过年快到了，家人之间更有聚餐的机会，那么我们要如何增添用餐的精致度呢？除了精心挑选的餐具之外，你可以靠着餐巾或餐巾纸增加氛围哦。那么以下就来看一下小编介绍的两种餐巾折法吧。以上就是我们介绍的两种餐巾折法，真的没有很难哦，你可以在家里尝试看看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